张小倩敢不是富贵饭店的总经理，伊敢有需要兑现 Nick 叫你 Kiki 啊？小倩这个人这么高傲，竟然对伊弯腰鞠躬，那就表示伊的家世背景真是了不起的。我就知影我看唔到人。 多谢你去广州阿外头，甲我搭三工。我今仔日是来替你外头。那只是小可仔代志，我拢袂记得。对啊，安怎称呼？我叫雪莉，伊是我的好朋友，伊叫伊贝。雪莉，Nice to meet you。 我想要请你啉物件，好啊，感谢你。唔知你等有闲无？当然有。 像你水的查某囡仔，跟我邀请，我哪有可能拒绝？一个国啊，我有一台以我的名命名的私人飞机，两座法式酒庄，两间意大利古堡，在国的国家码头拢有我的私人游艇。对啊，你娘，就安尼尔，你有听到无？ 你真正是童话故事书里面走出来的白马王子哎！才多见面尔，就这样就给被炫富，像怎样是真王子还是假王子？啊，你这边来台湾是要来做生意，还是单纯要来佚佗啊？ 我即个来台湾，就是为着要甲阮哥拼一口气。我希望伫咧半年以内，会当收购互家族满意的饭店，向阮爸证明我的能力，无得甲阮爸就会愿意互我接班啊。你是想要收购饭店啊？我对台湾饭店的市场无熟，我本来想讲向小倩探听一下。 啊，不过伊伫阮集团时阵，甲阮哥真熟。我毋知影伊会听话，还是听阮哥。为着卖走漏风声，我即个当阿行哪款？我伫咧台湾饭店人脉阁袂少，我进前有伫咧富贵饭店，啊，阁有帝王饭店上班过。高等哦，我嘛有接手过。无得卡，我会当替你牵线，互你买着你想要爱的饭店无？真是嘞，安尼真好啊。 我就知影，咱两个人的实在，不是一个卡哈，而且，佮有一种冥冥中就注定好的感觉。我嘛是有这种感觉。那个，想袂到黄雪晴介绍的神秘买家，竟然就是你 ！Surprise！ 妈，这位就是那个，也是高等集团的经理。 高顿集团，安尼毋就是你进前的主管？想袂到，遮尔少年，就坐遮尔悬的位置，我感觉真意外。那个旗下阁有十间的连锁旅馆，当初是嘛是派我来台湾拓展业务的，是讲，无怪黄雪晴，伊甲介绍你好稳。那个。 你实在就无意思呢，你要买阮妈的饭店，煞都爱透过别人来计较，你连我你都唔瞒。你也无问啊，我嘛想袂到，就为着你妈妈的饭店。我即个来台湾收购饭店的代志，真正是机密，想袂到细一个，还是倒来家己人的身上。